有一个同修，他就是接受到了一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开示，师傅弟子给你读一下，你听一下，认证一下。好几天没有出门了，冰箱里没有什么东西了，想还是出去一下吧，可电动车的便跑一趟远一点的超市有点悬，那个超市这个时间点有特价的菜，心里暗自嘀咕，这样能行吧？后来想拼一下吧，于是开着就出去了，开到超市一看，够来超市的店，回去的店量真的不够，此时就想反正来了买了再说，于是就买了东西准备回家，心想这次要是拉半路上可怎么办，于是暗自下决心，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专注并快速的开车，对行人和车辆特别的注意，大车速非常的快，躲闪车也特别的注意，到了下坡路时就不再踩油门，节省一些电量，特别是这次去超市来回的路程是以往我不敢开的路，中间有一段特别的高和大坡，这不是最短的，我原来都很害怕走，今天也是为了挑战一下自己吧，没想到的是我安全到家了，并且电量还特别的充裕，回到家赶快来到佛台给观世音菩萨妈妈磕头，这时脑海中出现了以下内容，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只要心怀正念就可成就正果，你可知专注和愿力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魔用之会毁灭整个世界，而佛用之则拯救整个世界乃整个宇宙，做什么事不要怕这怕那，目标不专一什么也做不成，左右摇摆也会一事无成，李师傅曾开示过愿力大于业力，也就是这个道理，阴阳两极白天黑夜如同佛与魔，佛魔两立，魔专找那些左右摇摆道心不坚的佛弟子，这样的佛子一走偏差，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布施成愿不是那么容易，脱离轮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这些弟子正念邪念的转化也就是轮回，也就是佛魔的转化，在六道中就有轮回，出了六道就不会再有白天黑夜和阴阳两极，六道以上是纯正和纯善，那里正是佛国，那里的只有道心坚的人才行，没有愿力是不行的，有了愿力没有行动也是不行的，愿力要分分秒秒不可间断也不可松懈，行动包括你的心理活动和行动成佛，愿力要分分秒秒把持住并保持专注才能成就，唯有在活泼岁月人生是有实现的，有限生命可成就无限功名，这个功名说的是佛果，不要再质疑和怀疑，心怀正念坚定道心冲出力与道佛，然后我磕完头就起来了，不知道这是自己内心对这次开车去超市的一种感悟，还是对自己最近想要改善的和想法去完成一件事的一种内心的自我激励。然后啊，这位师兄啊，又接收到药王孙思友给心灵法门佛友开示以大吃素食与肉体保养的问题。孙思友，然后他接收的信息是，在人间除了精神，保护好肉身也是很重要，要多喝水，水是百药之王。就在地里冬天，天气干燥，更要多喝水。泡茶最好用陈皮、柚子皮是很好的，很有营养，还有山楂、红枣、枸杞，这些都是很好，量不要太多，每天喝一些就好，如果不喝茶的话只喝白开水也很好，每天至少一升白开水，这是最低的量，然后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增减，在吃的方面心灵法门的佛子们
越来越多的都喜愿吃全素了，这很好。吃素不光吃青菜、米饭、面食，还要多吃一些豆制品，还有菌类、如菇类，还有根系植物，如红白萝卜之类的，要把营养调节均衡。素肉是可以吃的，素肉很多提取植物的精华，大吃的时候一定要干净，临近年关人多的地方少去，在家泡个茶，多喝水，多念经。感恩师父，请师父开示。嗯，不管这个感应是什么，就是说明菩萨一直在关心我们，明白吗？啊，明白师父。你有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吗？嗯。啊，师父，愿望菩萨开示，临近年关，人多的地方少去，请师父针对开示一下。人多地方少去嘛，就是凡事就是说人太杂的地方，气场不好呀。怕惹灵性啦，怕有什么突发事件啦，所以我们说啊，在家为平安嘛，对不对啊？啊，啊，对，师傅。嗯。师傅，临近年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弃？临近年关就要从现在开始。几岁了？话都讲不清楚。嗯。还有什么问题、啊？对不起。师傅，请师傅开始一下专注和愿力的力量，力量的重要性。什么力量啊？什么叫专注、啊？专注。专注还有专注和愿力的重要性、啊。专注和愿力，当然愿力厉害了。专注嘛，专注学习也叫专注啊。专注嘛，就叫你集中思想呀。愿力不一样了，愿力由心而发起的，要有境界才会有愿力啊。你这个人不学佛，你哪有愿力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今天要考上大学为孩子，你发愿我要多少多少经文，我每天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保佑我孩子考上。愿力是靠心的，专注，专注就是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努力，还专注思想，看看书的时候要集中精力，这就叫专注。嗯，好的，师傅明白了。师傅，愿力要分分秒秒，不可间断，也不可松懈。行动包括你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想学佛、成佛，这个愿力要分分秒秒把持住，并保持专注，才能成就。请问师傅，如何才是愿力分分秒秒不可间断？愿力分分秒秒就是脑子里时刻想着菩萨的话呀，一世修成啊，我要一世修成，我不跟人家争了呀，我要一世修成，我才不跟人家闹呀，我才不恨人家呀，我不嫉妒人家，因为我是要一世修成的人，去跟人家在人间以后还要轮回的人，你跟他有什么话好讲的啦？人间的道理讲得清楚不啦？听得懂吗？听得懂，师父。啊，这个地方叫你专注，就是叫你专注学佛，专注自己的意念，一心一意啊，这个一世修成，脱离六道。你专注在这个地方，你就不会专注在人间的五欲六尘里了。听得懂啊？谢谢老师傅，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